点掉点掉，跑起来，跑起来。本场比赛呢是这个 BYG 对决 PSG 胜部的准决赛，这个 BO 获胜的队伍就等于进入冠亚赛。PC 赛区呢有两张门票，所以进冠亚赛就代表你取得了世界赛门票的资格，那也是相当有意义的一个，因为刚刚 BYG 第二盘有赢一把，这是 PSG 在一整个夏季赛以来的首败。这场比赛 BYG 是背水一战，因为在输一把就要下去败部跟这个 JT 就是打第三第二名之争。现在这个 River 啊没死，还骗了一个治疗跟那个闪，可以。这个听牌龙冒安这个大绝很恶心，不是跟 River 状态拉起来，这个神出状态拉起来了，但是冒安正在积极的带中线，然后 PSG。圣纳满怒直接过来强开这个听牌龙，感觉不是很舒服哎、啊，可能呼小要抢一波了。大绝把 River 扫开，然后哎呦，没有人要碰龙，九把地完了，要不要讲了？这没办法，这没办法，他们把血量控制的太好了。那其一是茂安去带了中线，哈纳比的纳尔满怒，所以来给到 BYG 蛮大的压力，他们才能做到这个听牌龙的这个局，但也是没有办法，就你不能怪茂安去带中，因为他有可能是知道纳尔满怒了，路先没有大绝的情况手很短，手短那就是打团就被纳尔翻的份，他不翻你就不能进场，那就是一直被限制。哦哦，可以，刀果这大绝其实丢的不太好，但有点晒，边边炸到，应该要再丢退路一点 ，BYG 有一口喘息的空间。杠笨推中、哦、然后上红区把视野排光，给大龙一点压力，因为陆先带边线也是很强的，现在带边应该没有人打得过他，连哈纳比应该都是不够他打，因为哈纳比做了一把智慧默认，面对全物理攻击三件套的陆先应该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、哦、这里可以给压力了，但是 BYG 没有选择开大龙，应该是想要抓人给压力吗？陆先已经绕背了，有办法绕到，哇，被粉眼看到，这就是视野的差距，你知道吗？明明对方辅助死了，大龙视野也排光了， AD 想要绕背抓个人，结果你看河道焚炎，绕背也一根焚炎，直接被看破手脚。这局小龙还有一分半，小龙一分半后重生，猫王知道这里有焚炎，但是直接上硬着，哇，这大绝丢偏了，角度没有抓好，但是这四龙要出了，必须要给上线一点压力。一个大直接清光，再切过来把陷阱给拍掉，这样呢掌握中上两条线呢，对方要控制四龙就相对比较没那么容易，必须承受一些探草的风险或者兵线的压力来硬开这四龙。这边蓝让给 Unify 让他去 poke， 看起来是决心要让雷兹去带边了，那要走一个四一或者一三一，然后让 Unify 来跟在团队后面做 poke 去防守。BYG 直接甩一个炸弹上来把分给排了，持续的躲 Unify Q， 但是他大概 5秒就能拉一发 Q， 其实挺难受的，但是利用 Dogo 的炸弹封路，直接硬吃这龙，再封防封，哇，可以拿掉了，可以变大了，那变大了，这边要拉扯一下，开大了，卢匠开大，可以，没事，好金身，这个 Kevin 的勾也失误了，很舒服，守了一条四龙，中路可能会让他带两波，或者他直接去点大龙拿怒，这都是有可能的。这边 BYG 就要赶紧回防。Dogo 状态不是很好，魔量不太够了，而且没大局，相信 PSG 也知道，所以这时候 BYG 要赶紧把中线给顶进去。如果对方想要硬吃大龙呢，起码他们可以换个高地，或者做个四一。但是 PSG 很聪明，你要顶中，但你没有中线，我上路有上线。直接把你上二给顶掉，然后 BYG 有点被牵着鼻子走啦，跟着 PSG 啊老大的经验，走在他们屁股后面，但是非常难受，这边真的非常难受，豆果也没什么状态了，这边要连掉两塔了，搞不好高地都要明了。哦，大绝终于转好，但是，哎呦，哇，猫安，这什么大绝？豆果拉扯一下，拉扯一下弹可以，别死，双杀局。哦 ，River 一个闪现失误，空 Q， 简单，虽然猫眼挂了，但是对方已经被喷掉三名成员，这边再抓到一个法洛斯，绝对可以拿大龙，来亮这个 W， 感觉开的有点急，但是他的机体还可以，哦，一个金身躲掉技能，感觉可惜了呀，亮太急了，他这个 W 的无敌应该慢一点开，再减个两下再开，
把雷兹招全吃，这大龙应该就稳了。你看 Maple 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，他决心要来守这大龙。哇，你们四个人闪进去，雷兹会很舒服、哦，一定要开雷兹，一定要开，哇，没了，一定要开雷兹啊！哇，完了呀！这玩的是，不，这不可能直接打大龙，你知道吗？你打大龙前一定要说雷兹来，要直接杀，因为在这个窄口，雷兹技能一直滚，你们是不可能吃掉的。理由是他的技能是会弹的，你站在暴龙后面也是会被弹死啊。漂亮，捡个蓝，捡个蓝 ，River 开了，哇，这阵型不好，但是哈纳比现在是小小只的，可以开一波，滑出来开一波了吧？这不看。哦 ，River 开送 ，River 开送，小梁开剪，小梁开剪，剪烂，剪烂，拉扯一下，把 Maple 点掉，拉开，拉开，把 Maple 点掉，拉点距离，阿纳比小的，再砍，再砍，再砍，可以一波，可以一波，中路等下兵线，中路压兵线，中路压兵线，中路拿兵线，中路拿兵线，不要被阿纳比推到五个，不要被阿纳比推到，拉一下一个限制他，其他人带兵线，一个人留他，一个人留他，对对对，小梁留他，小梁去剪，小梁去剪，其他人带中，其他人带中点了，哎呀。去找哈纳比啊！没事，守保住兵，保住兵，一波了，一波了，一波了，这可以一波，这可以一波，把兵保住，把兵保住。哈纳比来也没有用，把兵保住，兵不要被清光。哎，他 TP 没有用，把他哈纳比慌了呀！哈纳比真的慌了，他一下想清兵，一下想清兵，直接杀了，直接杀了。点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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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起来，跑起来！PSG 破皮成二，破皮成二，兄弟们，破皮成二。这波 River 想要硬抢这种，但是没有注意到哈纳比没有怒，加上他队员们的站位其实被逼得有点远了，加上小亮进场捡的位置非常好，在李青一踢进龙洞的那个瞬间，小亮捡出来就已经注定 PSG 这波团战的推翻了。BYG 的成员们，今日奖金24万。赛前我跟他们说了，不管这季后赛 BO 是输谁，只要打赢 PSG 一场，全队上下一人奖金10000块，五名先发，三名替补，后勤团队4个人，总共12个人。我昨天说啊，只要沾一把 BYG 还底捞吃到饱，吃到出国为止。ET 今天穿着不错看，你觉得现在合适吗？我们 Beyond Gaming 在这个生死战打到了2-2，双方都听牌了，这么关键时刻你叫我看 ET。哎，彩选，彩选 ，nice。这边主播也在想啊，这个来自我们夏季不败金身的 PSG 对上 Beyond Gaming， 现在已经打到第5局啊！我相信啊，在这个 BO 开始之前，应该没有人想象得到今晚得打5局吧？哎，乌龙，你也没想过今天要加班吧？哎，我也没想到，我刚刚已经在订外卖，准备要吃海底捞了，啊、真的是想不到、啊、这 PYG。没想到这么能打，我觉得一定跟他们的老板有点关系，因为这年头，哎，自己当职业选手出来创战队养选手的真的不多，相信他们老板一定是有某种特殊能力，可以把队伍变得更好，所以才能出人意料之外的让我们的神破皮，破了2场皮，竟然谁想象得到 PCS 赛区有人能让 PSG 一晚输2场。哇，现在开始进入我们的 BP 环节，可以看到我们南方的 PSG 看着哈纳比这个神情相当的迷惘，现在要选什么不知道，没想法，跟小亮脸有点臭，前面几盘被压制的挺不舒服的，但是呢火龙也是秀了一波下线给小亮看，所以他现在想感觉有机会虐他哦。 Tino 笑了， Tino 笑了，看起来胸有成竹，我希望你能笑到最后 ，Tino。今天这把，只要你笑到最后，你儿子今年的尿布我都包，哎，女儿，抱歉，你女儿今年到年底的尿布我帮你包了。你又知道他在笑什么？不是啦，现在游戏没开始，也没赛评声音，我做做效果不行吗？难道我这边讲选手会被我心态打击吗？不会嘛，他们根本听不到啊。现在双方开始5人站点，一个和平的开局，叫叫叫叫！哇，乌小这梦做更大。他要吃石头在月下吗？还是要直接月？哇，直接月啊！太狠吧！不行不行啦、啊、不行啦、啊，吃啦！不，月女前面比较烂，你就刷，你跟他刷，你跟李信打刷的，感觉机会不太好。刺杀，点燃挂了，可以哦 ，AD 没一了 ，AD 死了 ，AD 死了。
强拿一个手杀吧，但就没赚，就没赚。其实最赚就是把他鸟吃了，再吃石头，然后再看机会，看要怎么用。但也不能说错啊，就压力是要打出来，断一下对面的节奏，再拿手杀，还行。说实话就还行。这边突然被一个四杀下，他们抓到 Kino 没闪回补的空档，越了一波下。这边刚刚中路没有线权、啊，卡牌洗完线直接越下了，然后他走回来只掉了半波兵吧，所以其实蛮亏的。你要让人家跑线拿头，最起码要让他掉一整波兵。不过 BYG 掌握住节奏，出来直接把这个龙给秒了。看这先锋，那 BYG 这里有掌握到，并且卢锡安维持着兵线的推送。这个先锋 BYG 拿下的机会很大，很可能在这边打出一波关键的破口，过来给点压力吧。River 劝退吗？没有劝退。布隆跟这个日女也走过来了，不好意思，这个语音包切不过来。River 没中起耶，有点可惜耶。其实有点抖，有点抖。他要过来硬捡了。短兵相接，直接一吸二，可以。月女三级，月女六级，吸弹，吸弹，吸弹，出下。可以双杀，月女就是在等这一刻。六级之前我猥琐发育都没有关系，你要什么给你什么。六级一到，我直接吸一波把你干穿。胡夏带着扫眼过来 ，Q 探草啊，李信知道辅助战了，眼排完高歌离席，但是他不知道月女在，会不会被吸一波？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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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惜可惜打残了，但这龙可以吃了。李信惨了，他只能用重疾回状态再过来打。但他就少一个洞，所以这个龙可以拉出来打打看。但其实月女没大嘛，就是你要确保敌人不会过来。不妙，这波不妙，往中打吧，这龙不好，不好，不好，不好。这龙不好，拉开就好，拉开就好了，真的拉开就好了。这龙不值得吃，就拉开，就拉开，没事的，就拉开。辅助开错，已经踢进来，卡牌没闪。点卡牌，点卡牌，点掉，点掉。底薪空 Q， 可以可以拉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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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接拉掉。完了，救一下豆狗吗？救不了了，豆狗没了。其实直接走到底就好了，不要被哈娜比收到，不要被哈娜比收到。哈娜比下来是要死三个人的、啊，不要收到要死三个人。可以可以可以，硬砍，再一个 Q 吗？裂开，死可以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还行呗，还行呗。这波被这维尔哥恶心到了，他运用他装备的优势，把小亮线洗掉，直接走下来。你看上路兵线压得死死的，一波大兵线直接走下来。火龙还是挺懂得牺牲的，他没传送直接走下来。正常上路不太这么玩、啊，他没来这波真的是大获全胜。现洗了，点点看嘛，打牌来。好，正面逼掉卡牌一个大，再喷，所以 Q 大两个刀狗。PSG 的经济领先2000，但是 BYG 赢两条龙，所以可以说是五五开的局。但真要说这个阵容呢，两条龙一条1000嘛，现在等于五五开嘛，等于在16分50秒的时候，两队这阵容打五五开，我觉得是 BYG 优势点。BYG 的后期是绝对比较强的。李信开始出分装了。他开始出圈圈流啊，这个跟手套的前置装，但他垫了一个金身，想要 make a situation， 想要多一点时间，但相对的他这样装备打起来就没什么质量。River 正在做最后的挣扎，在做他身为一个理心，在进入后期之前最后的挣扎。他装都不买，我就要买金身踢你一波看看，只要夹住，真的这五分钟夹住，让 River 做不了事，等他拿金身出来就赢了。哎，多扭掉可以。可以，拉一下，对面卡牌扫一个大，对面中路扫一个大 ，Kino 挡着挡着挡着，李青想偷，李青想偷，不要让他偷的容易，让他偷的难受，可以可以，李青现在难受，空 Q 了，李青空 Q 了，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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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慢打慢打，先打李青，打前面打前面，不用急，打前面，慢慢点慢慢点 ，AD 没闪 ，AD 没闪了，慢慢点慢慢点，哇，完了被 Q 到，他金身来了，但是醒来应该会死。碎一吸三，哇 ！Yes， 哇！是大举晋升，哇！老师快哭了，操你妈！大龙拿大龙，
文件文件文件，蚊子大蚊子大，慢来，呼下憋死啊！说实话，这波团如果是当年的我来打，我一定说别开，我一定让对面，我一定让对面开，让对面扛，我们再来打。因为要挣扎的是对手，我们不用急着开的。但是这群选手与我不同的之处，就是他们年轻，有斗志敢拼。我相信他们一定也知道理性在挣扎，但不管，不管，就打，打得赢就打。你妈，老子眼角快流汤了，怎么办？这把赢了，我要关视讯了。哦，破回波，破回波，拉着打，拉着打，拉着打，不用急，拉着打，等上面再带，上面再带，拉着打，不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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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守着炮车，慢慢慢慢减，上路慢慢减，上面炮车又来一台了，上面炮车又来一台，慢慢磨，慢慢磨，来这二打磨完，转上，可以可以，拢两分钟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慢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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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开不开，慢慢磨，两台炮车在炸了，慢来慢来慢来，不要被开，不要被开，求你了。没事吧，没事吧，不用急，不用急，真的不用急。找一下理性位置，他想开，小亮直接上去捡他。我们有四龙魂了，下一条四龙魂一分半，这波上路压着不打都没差。等四龙魂来，对，就是上去捡 river 没踢了 ，river 没踢了，点二塔，二塔点断，二塔点断，点断理个线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可以，可以，这指挥可以，回家控四龙了，回家控四龙了。夹着夹着，他们很急，他们很急在控了。River 已经没得挣扎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这是装，他 T 键什么都扛不住，也没伤害了。视野慢慢排，中路顶着，中线顶着，下线不管，下线不管。你卡牌怎么绕，随便你，随便你，你有种直接大进五个人里面，你随便打，你不可能带掉这下档的。中线顶着先，视野踩着，一个草，一个分叶，就是这么打，就是这么打。小心，豆果小心，豆果小心，冷静，好，点掉，可以。清楚知道哈纳比踩在哪里，慢慢玩，慢慢玩，量没有 W 了，慢慢来。他们比较急，他们比较急，真的，他们比较急。豆狗慢慢拉 Q， 慢慢拉 Q， 慢慢射。Unify， 哎哎，你没看 Unify？ 哦，有，哎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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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Unify 没了，开龙，把龙拉出来打。李欣只能踢进来自杀。打打打，对，打拉出来打，拉出来打。来，你抢，你抢，你抢啊，你抢啊！四龙，四火龙，四火龙。慢打，四火龙慢打，转中转中转中，哇！没有，等下你们要干嘛？你们抽空说一下你们要干嘛？你们一起回家，感情不错，兄弟们，感情不错。来，自习室的压制，慢慢点，慢慢点，慢慢点，世界赛就在眼前，兄弟们，这是干嘛？我没看懂，滑步。死了，打牌没大好，中路推一波拿高地，回头大龙，点完大龙，他们想挣扎没有用，高地点完大龙，就这么玩，就这么玩，兄弟们，就这么玩，没得打，就要让对面没得打，一点机会都不给，你以为我会想要五个打四个，硬跟你拼一波？不用，老子有四火龙魂，你们少一个 AD， 这龙你抢都抢不了。我关直接去捡你李欣，让你偷都偷不了。你怎么打？关上去捡他，一过岸，一上岸，去捡他，就去捡他。先不打龙，先打人，捡李欣就捡他，死不了，真的死不了。都给我金身，死不了。吸两个，点烂，一波。好，结束了，世界赛。真的，老板谢谢你们，老板谢谢你们，我多年来一直达不成的梦想，你们做到了。是呀。
那个 J Team 的后勤，辛苦你们做了一晚的勤收，可能不止一晚，可能好几晚的勤收。你们已经在想到底要怎么打 BYG， 但是很抱歉，你们的对手是 BSG。我操，又想哭又想笑，我真是操你妈！谁能想象得到吗？我们今天先让神破皮，再把他割伤，再把他砍到一刀入骨，一刀入骨，兄弟们，我们听一下赛评怎么说的。哇，这样子的以下课上，然后甚至还有人说我们 PCS 就是什么最容易预测的赛区，没有，我们是上演了一个以下课上，而且让这个赛季21-22连胜，从未尝败绩的一个 PSG 第一次尝到了系列赛落败的成果。操，我在做梦吗？我觉得 PSG 在这个点。我在做梦，终于在季后赛，我在做梦。对上掘金，打败。如果兄弟们有想要支持 BYG 战队、支持选手的，请上网 Google BYG 口罩，这是我们战队的首款电竞周边，美观、好看，然后又是医疗级的，欢迎上网搜寻 BYG 口罩，支持战队也支持选手，谢谢你们。你们可能看我手游会乱花，我干嘛？但是战队的钱不一样啊，战队的钱我一律都是给选手。跟大家分享一点心路历程啊，这个战队呢，我的预期哈，一年我是拿1000万出来的成本，那我预期至少会可能会烧个500万，我想说今年就可能会亏个500万，对啊，我目标做到，我希望可以只亏个200万，然后来维持这个营运，但是因为他们成绩实在太好了，那我给他们一些福利、一些奖励，那奖金也发了不少，所以这个亏损呢，这个 range 可能从原本预期的500可能会变成到700，你懂吗？因为给他们奖金可能有100-200万了，但因为这款口罩卖得很好，所以可以让我再给奖金，不会这么吃紧，你懂吗？那这口罩赚的钱全部，只要赚钱，这些钱一定是在选手身上。那就算没赚，我少赔一点，我都愿意再多给选手一些薪水跟奖金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，感谢你们支持。我因为刚刚在工商在工作，没有跟完这整个旅程，有一点遗憾，但是很开心最后赢了，也很开心你们在这里支持我们，感谢你们。我相信台湾的电竞会越来越好，不是要说什么大话，但是大家爱打电动嘛，爱看也爱打。我相信台湾的选手能够在场上发光发热，国内打得好看，出国也能拿奖牌。我相信这是大家最想要看到的。对，那我们正在往这条路努力的前进。就算没有抖内，就算不买战队周边都没有关系，有你们的眼球关注就很感恩了。谢谢谢谢，张文义。你跟领队说，你可以问一下 Kino 他女儿都用什么尿布啊，什么 size， 直接帮他买到年底，不要说年底，半年啊，你直接买半年份的尿布，你看他女儿都用什么的，直接曝光照，买半年份的给 Kino， 连我妈都爱看，连我妈都爱看，问我有没有中奖的喜悦，谢谢，感谢馆长，感谢感谢观众，我们会带着 Notorious 出国的，我们会带着 Notorious 站上世界舞台，告诉全世界。我是台湾来的囡仔，虽然馆长不是卖电脑周边，也不是卖什么软硬体，更不是游戏商，但是他愿意站出来支持台湾电竞，真正感谢，感谢，除了感谢两个字，真的没有其他话可以再对你说了，谢谢馆长，啊也不用谢我，把你带到世界舞台上。我觉得那是我们应该做的，这才是对赞助商负责。我们只是在对赞助商负责，感谢感谢馆长。决赛是什么时候？礼拜天下午。好，我们是礼拜天829打决赛，可能要再打一次 PSG。不是，因为我跟他们讲好，你们跟 PSG 打赢一场小分，每个拿1万含后勤，啊，整个团队12人嘛，等于今天晚上我要给36万的奖金了。我真的。礼拜天能发72万奖金的话，出国无条件升商务舱，好不好？出国我再无条件升商务舱。